兄弟们，我发现这电视台激斗上分简直不要太简单啊！这个模式我感觉都比上个赛季的宝宝要再上分快，而且成本还低。看我的加分，即使没有成功撤离，也能加不少分。想学吗，兄弟们？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你爱激斗就激斗，我就要狗分的教学。其实简单来说啊，这打法就是对狙，但是怎么对狙可是有说法的啊，听我慢慢道来。首先是武器的选择，只要是能打远的武器，随便都可以。因为电视台激斗大部分的时间在打阵地战，就是两边互射。远程武器优势比较大，为了增加难度和趣味性，我们就用个垃圾 BM59 吧，直接上超高倍镜，这人机已经低到离谱了呀。子弹我觉得用5G62弹就够了，毕竟进来的都是垃圾装备。接下来就是装备的选择了，这个是重中之重，护甲随便你选，玩啥都行。重要的是头盔啊，听我的兄弟们，直接选这个 SH65 军用头盔，嫌贵的话可以不买全新的，都一样。为什么选择这个头盔呢？首先是声音阻断为轻微，其次是材料为复合材料，很轻，人机减的还少。最最重要的是它能适配暗系突围最硬透明面罩， SH65 军用面罩 A 型5级面罩，完全够用啊。关键是才5000块钱，精益又实惠，整体效果呢就是这样，虽然看着憨憨的，其实非常强哦。咱们直接进局，有一说一啊，这人机真的好低啊，开个镜能慢死。算了算了，无所谓了，让你们看看这打法的强度。直接上二楼，二话不说开始加点，这就有人直接干掉一个，他都没有看见我啊。但是看见我也没有关系，有本事一枪爆我的头啊！有了这个头盔，探脸找人，我是一点不怂啊！这儿有人，打！哎，不是，不是 ，no， 啊，终于干掉了！我是不是不应该整活的？这人机低的我举枪带酒都没有了，根本打不掉玩家嘛！大家记得多带点红针和饮料啊！这还有个大喷子玩家，把我队友干掉了。哥们儿，舔爆之前得注意声纹啊！一颗手雷，您走好。白眼人头吗？这不是，这还有个来送的。直接干掉 M62 就是好用啊！哎，得 SNB 长管莫心，无所谓啊。我们这一把直接加了119分，干掉了4个玩家，最后这个还是个5套，可以吧？如果你们不整活，随便起一把便宜的狙，一局差不多只需要50000的装备，非常的便宜了。不过你们可别学我玩这破枪啊，即使玩这破枪也别学我带这破镜子，真的是耽误我击杀玩家呀！你看我这头盔还帮我扛了一枪，结果就是枪太难用了，没把敌人干掉。哎，我们再来一把，再给兄弟们巩固一下记忆。首先起这个自闭头，第二随便拿个打远的枪，第三上二楼开架，至于第四那就是拿人头喽。这个背镜有个好处啊，能准确瞄到很远很远的敌人，就像他直接干掉，嘿嘿。关键我这头盔啊，对面想跟我对狙他还对不过我，哎，你说气不气兄弟们？好了兄弟们，学会了吧，用最少的钱上最大的分，爽得很啊，快去试试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